嗨，大家好，我到南京啦，然后我现在在新街口这里，这里的地铁出口超级多，有20多个，比人民广场还多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吃的第一家店，就是在这附近的蛋魂，走吧。这是南京吃的第一家店蛋魂，店内的环境有一整面墙的涂鸦。这个是我的墨西哥肉酱蛋堡，然后里面蛋是有点那种半熟的，然后下面是墨西哥肉酱，还有一片芝士。这是我的蛋堡，刚刚偷偷咬了一口，好吃哎！它那个酱肉酱很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咬不到上面那一片。它那个面包香香软软，然后中间那一层蛋又超级厚，很嫩滑。墨西哥肉酱也很香，它上面有一个黑黑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它是有点甜甜的。我找到我要喝的老虎糖啦，这个是我的虎顺风厚鲜奶，超级好喝的。我来吃这一家喜姐炸串，我是昨天路过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排队，然后想来试一下。这些是它的一些串串。我点了臭豆腐、五花肉、掌中宝，还有玉米粒，它都是只能这样10串或者是5串这样点。这个是我点的串串，然后这是它的酱香臭豆腐，好像这个串还挺好吃的。炸得很香，然后又不会特别干。我现在到了明瓦廊这边，打算去买饮料喝。我现在到这一家13茶，有朋友跟我说是南京版茶颜悦色，来试一下。这一杯是我的13茶，我点的是桃叶乌龙。我现在要去吃李记清真馆。这就是我的锅贴，这个是李记清真馆的牛肉锅�贴，然后它一份是有5个，9块钱，长这样子。哎呦妈呀，它会流汁，我来吃。它会流汁的，那边有一只小狗狗，不知道它的主人在哪里。好可爱呀，拜拜。我现在要去吃这一家老头爱马仕酸豇豆炒饭，这就是它的菜单。这个是我的大肠酸豇豆炒饭，然后里面有超级多大肠。啊哦，掉了一块，我来试一下。好大份，我自己肯定是吃不完的。我的大肠炒饭，它的炒饭不是那种特别干的那一种，是有一点点湿润的，然后酸豆角在里面，就是挺香的，里面都是大肠。我刚才在吃的时候，然后这只蟑螂爬到了我的碗旁边。这个是我的雄鸡，
我点了是右键桃桃，上面是西柚，然后下面好像有一些桃桃果肉，然后那个是我的熊鸡烧，这个是我点的蛋黄芋泥，它就是那种超级可爱的熊爪，它还有很多种味道。这个是我的熊鸡烧，就有点像那个什么车轮饼一样。我点的是芋泥蛋黄，长了一个熊爪的模样，它吃起来是 Q 的，是那种 QQ 软软糯糯的，我觉得它很好吃，比车轮饼好吃，大家来可以试一下。因为它那一块，你看透明的那一块是那种非常软糯非常 Q 弹的那种，好吃，弹力。这个是我的酒酿元宵，还有卤蛋，香料方果。我怎么老是能收款十分钟，现在很穷很穷，在卢溪河买了小贝，还有这个台湾麻薯，它还有一个爆浆月饼，但是要四个起卖，我一个人吃不掉，下次再来吧，拜拜。这些21块多吧。这个是卢溪河的肉松小贝。在南京的最后一天，我买了一杯老虎汤，就是我最爱的虎虎生风喝鲜奶，真的超级好喝。我现在要来这一家小潘记鸭血粉丝，超多人，然后都已经有人坐在外面吃了。现在快1:30，店里全是人。嗨，就全是人，然后都坐满了。这一份是我的鸭血粉丝，里面有超级多料。我现在来这一家杨记宫廷桃酥王，来买他们的虎皮蛋糕。这个是他们的肉松卷，还有虎皮蛋糕，这里还有他们的拿破仑镇店之宝。这是我刚买的，我买了虎皮蛋糕还有肉松卷。我现在来买梅花糕，结果下大雨了，然后我没有伞。这个就是梅花糕，我点的是豆沙的，然后它里面包的就是这种豆沙馅。我现在在南艺这边，然后有一家茶百道，我要去买杨枝甘露。这一杯是我的杨枝甘露，我点了半糖，然后它这边还有一只熊猫，很可爱。我点了一个芝士德肠的，因为昨天吃了那个芋泥的觉得超级好吃，所以我再来买一个。我再拿香肠和芝士，这个就是我的。今天点的是爆浆芝士德肠，超级可爱的熊爪。我现在要来这一家张云板鸭，那个是我的烤鸭，满满一大口。是我的板鸭，嘿。我打算来这一家金红星鸭子店，也买一点点鸭子，对比一下两家，这家还要排队，张云就不用排。这个是金红星的鸭子，我只买了1/4，因为我前面还买了一整只的张云。然后这个1/4，23.5块好像
然后章鱼的一整只61，所以章鱼比较便宜。然后好吃的话，我看一下，等我回去试一下。现在要去拿行李了，然后就准备去机场啦，要回厦门了。真的不想走，南京好好玩，因为帅哥很多。好了，走了走了，拜拜。这家罗森好可爱啊，有超级多小熊。我现在在机场里面了，但是我的飞机延误了1个多小时，所以我要来吃东西。这就是今天买的洋记，一个是肉松卷，一个是虎皮蛋糕，这个是虎皮卷，然后这个是肉松卷，有非常多的沙拉酱和肉松。虎皮卷是甜的，然后肉松卷是咸的。我现在来试一下这个罗森买的虎皮糖心蛋，里面有很多的汤汁，然后外面就是那种虎皮炸过的虎皮。我觉得那个虎皮糖心蛋一般般吧，就没有很好吃。这个是金红星的烤鸭，我点了是下装，就是1/4鹅腿鸭腿的那一部分，但是因为它有给酱汁，然后那个酱汁比较多，就只能托运，然后现在在机场里面就只能直接吃不配酱。然后这一份是章鱼板鸭的，我点了一整只，然后一共有2盒，然后这是其中一盒，可以直接来对比一下。这个是金红星的，这个是章鱼的。好像青红心的皮会更肥一点，就是你能看到上面皱皱的，然后章鱼的皮更薄一点，就没有那么油。这两袋是我买的芦溪河，一个是麻薯，一个是肉松小贝，但是被我放包里压的有点扁了。对，然后这是它的麻薯，里面是有蔓越莓的，就这样超级小一个麻薯。我现在在机场吃了肉松小贝，我现在在看轮到你了，因为前几天在玩都没有空看。然后这是第19集，在南京的最后一餐，机场的错内小圈圈。这是我的假鲜芋头加绢豆腐，还有芝麻芋圆。嘿，